刘宇宁婚纱装现身，粉丝无言以对，关键还是七彩的。当初刘宇宁和林志玲同台共舞的新闻，直至如今大家还记忆犹新。而刘宇宁也扎根娱乐圈发展，从最开始的出现在综艺节目上，到现如今开始担任综艺节目的点评嘉宾，看得出来他的明星之路呈现上升的趋势。就在昨天晚上传出了一组刘宇宁珊瑚装的照片，从正面看起来非常的正常得体，不过有网友发现刘宇宁的身后居然跟着一个尾巴，事后才知道这是婚纱元素的穿搭。不过就是这样的装扮让不少的网友吐槽，中西结合就罢了，反倒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。而且所谓的婚纱还是七彩的颜色，毕竟大部分人的审美还都是比较直白。据说他这样的穿着打扮还是为了粉丝，因为他的北京首场演唱会即将开始，到时候会有全国各地的粉丝们穿着婚纱而来，而他也只是提前试穿了一把，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？